见了，我亲爱的慕尼黑安联零一，不知道还有多少球迷记得卢西奥那个拜仁新世纪里最好的中卫，那个激进勇敢却总是让人心跳加快的男孩。彼时的拜仁在整个欧洲赛场处于中游的位置，这样一支队伍在强手如林的欧冠赛场上往往淘汰赛一轮游。当时的拜仁球迷长说，如果卢西奥不乱来，我们还有晋级的机会，这是一句笑谈，没有责备的意思。那时的卢西奥还是个闲不住的大男孩，虽然踢着中卫的位置，却总是一高兴就带球往前场冲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球场边的主教练马加特都会冲着他大喊，卢西奥混蛋，快回来把球传出去。然而卢西奥却充耳不闻，依旧带球往前场串。观众席上的球迷经常在拜仁的比赛中看到这一幕，他们学着马加特的样子欢呼着大喊，卢西奥快回来。可能是因为这位后卫张扬的个性，彼时的拜仁球迷都喜欢他，而他也从没想过自己会离开拜仁。2009年范加尔执教拜仁，而卢西奥因为和新任主教练不和，被800万欧元的低价卖到了国际米兰。落魄的卢西奥收拾行囊离开了自己亲爱的安联体育场。巧合的是，在那个赛季的欧冠中，拜仁全面爆发，一路挺进了决赛，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正是国际米兰，当然也有卢西奥。那场比赛没什么悬念，国米全场压制拜仁，2-0取胜。赛后获得亚军的拜仁黯然离场，卢西奥看着自己曾经的母队默默捡起拜仁的围巾，亲吻了上面的队徽，那一幕将无数球迷潸然泪下。巴蒂斯图塔是佛罗伦萨永远的太阳。02命运总喜欢和人开玩笑，对于战神巴蒂来说，在佛罗伦萨的那几年就如同梦境一般。1991年年仅22岁的巴蒂斯图塔被球探相中，把他送到了意甲豪门佛罗伦萨。对于巴蒂来说，梦想实现的太快太突然，以至于缺乏了很多真实感。随后巴蒂在佛罗伦萨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中打入了关键进球，由此赢得了俱乐部和球迷的信任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佛罗伦萨的球迷们开始在看台上欢呼这一个新词 BATIDOL。 震耳欲聋的欢呼配上巴蒂进球后机枪扫射的动作，让他在意甲的除此赛季锋芒毕露，一共打入了13粒进球。可能是厄南之神嫉妒命运对巴蒂斯图塔的垂青，于是狠狠摆了他1992-93赛季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佛罗伦萨身上，在联赛上半程还稳居第二的佛罗伦萨突然崩盘，在后半个赛季里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溃败，最后以一分之差降级，阴霾笼罩了佛罗伦萨的门庭，让展柜里那一排排耀眼的奖杯也跟着蒙羞。但巴蒂斯图塔与佛罗伦萨同在，担心巴蒂会离队的球迷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肯定的回复，我会留下来，我要带领佛罗伦萨重生。在乙联赛里，巴蒂的攻势如同潮水一般，佛罗伦萨横扫了遇到的所有对手。正当球员们准备好重回顶级联赛时，深受爱戴的佛罗伦萨主席马里奥切奇因病去世，主席的离开为球队的复兴增添了阴霾。这时依旧是巴蒂站了出来，他亲自为主席抬挂，也为自己的誓言做了最好的诠释。1994年夏天，佛罗伦萨重回意甲，那天巴蒂像个骑士一般站在球场上，高昂着头颅迎接着全场球迷的欢呼。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天，你会做什么？另三面对这个灵魂拷问，布鲁日球迷洛伦佐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2015年3月1日，41岁的洛伦佐像往常一样起床，3月的比利时还吹着寒风，他给自己穿上黑色的厚外套，围上一条灰色围巾，拿起一旁印有布鲁日队徽的帽子戴上，然后他擦干了妻子脸庞上的眼泪，和家人们一一道别，还亲吻了熟睡中的小女儿。今天是洛伦佐先生短暂人生中的最后一天，在过去的20年里，
这个可怜人饱受病痛折磨，几乎每年要接受两次手术，可是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，医生对他的病情已经束手无策。洛伦佐先生选择了安乐死，但在那之前他还有个愿望，去布雷德尔球场看最后一场自己主队的比赛。最终布鲁日3-0完胜对手，现场的所有人都事先知道了他的经历。于是当洛伦佐先生艰难地走进球场，向自己的主队和全世界道别时，现场的2万多名观众无不动容，他们自发唱起了歌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的旋律在天空汇集。在这个男人生命中最后的90分钟球迷时光里，如同相识多年的老友一般和他珍重的道别。